来自台湾体大的跳高国手向俊贤，在107年全大运上跳出2公尺2翼的成绩，打破自己所保持的大会纪录，也写下了6连霸。从四段异地训练到现在，其实我觉得状况都一直维持的还不错，就是一直有往上的提升。因为是早上的比赛，因为在中国的时候我没有参加他们早上的比赛，所以就是也是可以很快的就适应了早上的比赛，然后就觉得今天的状况就是特别的快进入状况，然后就是才能挑战自己的大会纪录。因为膝盖有点不舒服，所以就是没有再继续往上挑战这样。我们每一个阶段都有一个目标性的高度啦，但是我可能在赛季前就可能没有调整到很好。其实这个成绩应该要在3、4月的时候就要有所表现，但是到今天才表现出来，就是觉得还有再进步的空间呐。我们最终目标一定就是今年的亚运会上，高度的部分当然是突破自己最佳，就是搞不好那个时候神来一定要拿亚运冠军不一定，没有啦，就是有这个企图心呐，对啊。